大家好，我是凯西。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我们要一天玩完云嘉南。我们今天坐的是台湾观巴，他们要一整天带我们做一个深入的旅游导览。我们现在在巴士上，它是小型的，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两个人。依照游客的人数不同，他们会安排不同的车来接送。嗯，Along the way, our tour guide pointed out sites and told us about the area. Our first stop was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Zheng Fengxi, a novelist whose story of perseverance has inspired many. The house is a traditional Sanhe Yuan and still contains many of his personal belongings. Zheng Fengxi is a very famous literary writer. My childhood textbook has a chapter specifically about Wang Yangzhong's one boat. It's about how he was able to overcome his physical weakness and spread towards the sun. It's a very inspiring story. Okay. And I think it's very special to see this old house. Yeah, it's rare to come here and see a house that has actually been lived in. 我觉得它现在这样比较像一个博物馆，小型的博物馆，我觉得蛮酷的。对啊。好，我们到了艺术村，它好像很多花店。Located in the small fishing village of Bozilao, this artist's village is full of fun 3D murals that you can interact and take pictures with. The murals here are based around Chinese mythology and employ creative techniques like this double-sided mural does.他说：“为什么在那边画牧羊？因为这里有羊很多羊。体验一下农村哈，看到美女就听你们的话。还是看到食物，看到食物。一下啊，真好办哦！我哪都可以行到家，我买。超靠近的手，给你。Next to the goat pen, we discovered a huge pile of oyster shells. Since there are a lot of oyster farms in this area, many locals play some part in the industry.Here, oyster shells are being strung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be used to raise oysters. This one is the one t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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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每一次都觉得看起来很简单，结果我都不会。Nearby, there's also the Black Forest Bicycle Trail. This scenic trail is lined with tall trees and leads to the Sihu Seawall. 逛了一整个早上，我们应该饿了吧？超饿。我们要去吃午餐。好，拜拜。他的学名叫洪树贤，那早期的话，我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就就他的形状，这样站立起来很像马蹄，所以把它命名马蹄蛤。这是马蹄蛤，然后这个是文蛤。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蛤蜊，这个，对吗？应该很好吃。好，期待。它是要一口，一口，它这么大口，对，吃汉堡一样。我觉得很好吃，它真的很多汁，然后我是没有看过或是吃过这么大的这种 clam， 所以呀，好吃。你要试吗？好。很甜哎，这里不只是餐厅，还有一些体验。等一下我们要自己挖蛤蜊，摸蛤蜊，摸蛤蜊。
摸蛤，为什么是摸？就是因为你手伸到沙子里面，摸到它的形状，把它拿起来，所以我们会说摸。因为英文是 dig，所以我说挖。但不是岸边，是应该是水里面。哎，我看到一个。真的吗？被吃过的。对啊。你发现了？你挖到了。真的有吗？哎，挖到吗？真的有哎。走的嘛，拜拜。给我一个，你要被撞到了。我们玩完了。我觉得还不错啊，蛮特别的经验。我们看到很多小孩来这里玩，他们也玩得非常开心。对，他们一直翻船。对，很适合就是家庭啊、小孩什么的。那我们要去下一个点吧，要再上去巴士。对。好，我们现在到了嘉义，我们早上都在云林，然后终于到了嘉义，然后我们现在在嘉义的布袋。对。Yeah. 这是布袋的高跟鞋教堂。Yeah. This huge high heel shaped church is 17 meters tall and 11 meters wide. It's a popular wedding photo spot and tourist destination. Wow, we could have a disco here. 我们最近一直在看那个 70s show， 很适合。现在到了台南，对，今天就是三个县市超远。好，反正现在我们到了盐田，对吗？这很有名吧？它叫金仔角瓦盘盐田。OK， yeah， 我看很多人都来这里拍照什么的，感觉还蛮漂亮的。因为现在快要夕阳了，就是这样拍起来很好看。Yeah， 对吗 ？Yeah， 然后好像也有一些体验的部分。Yeah， 好，我们去挑盐吧。我觉得有运动到，我的手已经有点酸呢，我太弱，小孩子都拿得起来，有点壮，有没有拍照？还好，所以他们是这样拿着，这样，你要试试看吗？哎，你这边记得拍。哦，有一点像蔓延的，拿回宜兰吧，走。他说以前会有警察在盐的田旁边看，因为有人会来偷盐，所以有一种盐警专门看有没有人偷盐的警察。真的吗？刚才导游讲的不是我讲的。这个是这个盐田的游客中心类似，对，商店，对，就他有买一些盐巴的产品。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咖啡厅，然后它的餐点全部都有盐巴，咖啡、冰淇淋、豆花都是盐。对，好，我们要去吃吃看它的豆花。就是有一点点咸，比较特别，就不像一般的豆花。After that, we checked out the nearby Baiman Visitor Center. Inside is Taiwan's second largest sperm whale specimen,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bout this area. How we went to our next point, which is Suijing Jiaotang. 对，然后它是游客中心附近，所以想说就顺便过来拍个照。我最近看我们
之前结婚誓言的影片，发现我那个时候中文很不好。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然后我们想要中文版，所以说无论什么无论你们可以回去看，如果想我们最近的 Pillow Talk 有讲。那我们让别人拍吧。现在我们要回布袋渔港吃海产啊呀、太好了，又可以吃饭，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行程吧。好，走。我们的导游说这些都是从澎湖来的，所以很新鲜。好，我们已经逛完了布袋鱼市场，然后我们也买了一些杂物。现在我们要吃吃看这里的特产，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霸丸。特别的点就是因为它有海鲜在里面，巨无霸海鲜霸丸，它比一般的霸丸大。哦，对，它超级大。它炸得很脆。对，脆脆的，我喜欢。只有来嘉义布袋才吃得到的。对啊，还有如果我一个人来这里的话，我可能不会知道要吃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种碗也是有这种好处。他带你吃最道地的东西。对啊。好，我们回到了我们的饭店。今天的行程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很丰富。我们在一天内玩完一个二日游的行程。他带我们跑遍了云嘉南三个县市。我们今天的行程是2020云嘉南二日游。台湾关巴在全台湾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所以你也可以去台湾关巴的网站看你对哪一个路线特别有兴趣。他今天一大早就到我们的饭店来接我们，然后玩了一整天之后再把我们平安的送回我们的饭店，真的很贴心。另外他也有到高铁站接送的服务，他可以帮你省很多麻烦，因为他会安排整个行程，然后他也会让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去玩，因为每一次他都会送你去那个景点，然后你上车的时候有冷气啊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如果你是选择一日游或是半日游的话，十月底之前他现在有两人同行一人免费的活动。对，真的很划算，所以要赶快把握机会哦。最后特别感谢台湾关巴今天的邀请，也谢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影片，记得按赞留言还有订阅，下次见，拜拜。